弄边熊熊烈火烧成一团，火势相当猛烈，附近居民都被吓醒。从火舌中隐约可以看出，起火的是一台汽车和三部机车。现场烧出浓烟，居民怕爆炸，赶紧通报消防队。但大半夜的汽机车怎么会突然起火？调阅监视器才发现是人为纵火。凌晨12点多，一台轿车出现在苗栗头份的这条小巷，转弯之后，本来以为他要离开，没想到驾驶又得退路，锁定目标，摇下车窗，丢掷汽油弹。地方上的年轻人互有嫌隙，然后在昨天深夜又相遇，然后另外一派就有报复的心态，就制作汽油弹前往寻仇。原来是年轻人为了报复才纵火烧对方的机车，却波及无辜的汽车，惨被烧得只剩骨架。警方火速逮到三名主嫌，但还有五名共犯在逃，正积极追查，要将这群纵火犯一网打尽。解封这边韩志新在锦城苗栗采访报道。旺旺水神，还有我们下看到这一台一直在喷烟的这个叫做旺旺水神雾化器，哪里买呢？可以到快点购的平台来购买。好，同时呢，现在中天的观众有好康哦，你上快点购买雾化器会送水神，也推荐大家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R588 可以有相关的折扣优惠。